老花一每日一答啊，回答一下触博的养花问题啊。老庄插花六角大红如何管理？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老花一雇过去，一天两万，行吗？行，我给他管理，这是最哇塞的方法。还怎么管理养花这个东西啊？有时候我要说个实话就很难听，就一句话呗，养死的多了就会了，这个很难听是吧？我问你事呢，你跟我这样的，这是跟你说的实话。再买我种了很多了。对，你看这个花友他就比较有心眼，他什么心眼呢？第一，他把花盆垫起来了，这是所有花友需要借鉴的一个点，这样的话容易接地气，它下面也很潮湿。第二个事呢，就干嘛呢？你把表面的土松一松，挖出来一部分，有条件的话上点什么呢？猪粪。其实你发现吗，桂花茶花他都喜欢猪粪。对，猪粪，那因为他用的是泥土啊，所以说建议是这个，别的就没什么了。这样长得挺好，你那里环境也挺适合的，好吧？这个用点猪粪会长得更好。那老花姨，我没有猪粪，可以羊粪。然后没有羊粪，找老花姨行吗？老花姨给你解决一下。我不会拉，但是我大舅子会，他会拉猪粪，还会拉羊粪。嗯，给你发酵好了，发过去不臭啊，放心，除臭了。下次我说，去年种的小苗在一个泡沫箱里边，我担心他们都缠在一起了，现在怎么保证存活率？这栀子花就这样就挺好。你到了安徽，你知道吗？安徽那边，绿化带里边都有这种栀子花。他们说，哎呦，我们安徽绿化带里边都是栀子花，你发现一个事吗？它长不好，因为它需要施肥的，它这样的话需要大量的水和肥。其实你不用担心了，要么你薅几颗出来就，薅出来那个你别管死活，它里边的肯定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为啥呢？就跟那个它施的时候啊，就像新鲜的黄瓜一样，你一甩它就断了。那个蔫黄瓜你也知道，咻咻咻咻是吧？懂这个事了吗？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死了再买，老花又不是不卖。小子玩这咋回事啊？用点什么药啊？这没咋回事啊，实际上你用大泥巴土养的这玩意儿，你看这个花友回去以后就换那种大瓷盆，哎，上这个大泥巴土吗？感觉是泥巴土吗？我看一下，像有盆子大。对啊，盆子大有点闷，这个叶尖都有点发黑了，就有点闷根啊。你发现老花一这没有那种很高的盆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们家卖花养花都不会用那种瓷盆高盆，瓷盆高盆它就好看。有花友说我真的不可以，可以用，但是呢基本上这么高的盆你得下面垫这么厚的一层透水层，就是要极度的排水透气。对，行吧，就是有点闷根滴露出来，用点杀菌药，要不就把你那个盆重新组织一下，垫这么高的这一个泡沫透水层之类的，把这个渗水层做好了就行了，透水。其实换个盆套上就行。对呀，换个盆直接坐到那个盆上就行了，那个盆就是个好看的，那是个架。下个臭宝说，青老花姨，我这金边瑞香还有救吗？还怎么还青老花姨？清朝来的吗？我木乃伊啊，这个还救啥呀？这快没戏了，都嘎了，这被焊死了。他这个之前这个就是积水沤根，你看到了吗？然后上病，他不敢浇水，现在又有点焊。他之前是有病害，已经积水烂了根那种啊，有病害了是吧？然后这段时间他又不敢浇水，这个已经基本上要嘎了。这个要做的就是奏乐起送走吧。这个你寄给老花姨的话存活率也不高了，明白吗？这个已经嘎了，就不建议你再收拾它了。下个臭宝说，我的非洲霸王树，哎，你看非洲霸王树啊，这叫非洲霸王树，看到了吗？嗯，他说很少浇水花没死，现在就剩下三分之一了，没死就好事，还剩三分之一了。非洲啥气候啊？你知道非洲人来我们这儿晒的比非洲人都非洲。非洲其实很舒服的，很润的。哎呦，这全是土，那是极少数部分，它总体来说很润的。你像那种面包树哈，那种啥，没你想的那么晒。他们那边很润的，非洲啊，它是属于很温润的地。你去过非洲吗？到时候带你去一下。它叶子掉起来，它活着就行了呗，能活就不错了，还去。我找着去。就跟我大舅子一样，去他家了，说掉了三个牙了，掉了几个头发了，这了那了，活着就行。他给你看门的是吧？下头吧，我这是啥情况？哎，他这个情况有点严重了。他这个是栀子花吗？哈，这个不就栀子花吗？你看他这个就有点严重了。我建议是修剪，这不像是晒糊的感觉，他这个是上病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一种病菌或者是病毒之类的。总体来说还是有点积水沤根导致的，就水大泡的，你知道吧？我都不用看，他下边肯定是那个水泡的，就一个小眼眼，那不然大。闷的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的想法就是你给它弄出来，你用盆你可以用这种，就这种最便宜的了吧。你看我们种花的盆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一个事，都是广口的，它不会有窄口的，而且下面至少有好几个排水口，看到没？而花友们是什么？
我不管，我就要好看，就你好看啊！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是老花一，你花最专业，白了头发。嗨，嘿嘿嘿嘿。